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紫，欢迎回来 Brosphere 老板赏海贼王啦。好的，这次我们要测试所有果实的色存啊，看看哪一颗果实的色存最远。OK， 在我印象中，爪子果实应该是最远的吧。然后可以跟爪子一战的应该只有线线吧。OK， 线线的色存是很远。首先，我们来到这个咕噜岛，好吧，这也可以衡量一个距离到底有多远。NPC 的位置，好，让我想要站在这里，变成大佛。这样子应该就很容易被打到。先吃一颗火箭，这个射程应该打得到吧？55公尺，一技能火箭拳。哦，好短，哈哈。其他大哥不是输了吧？哦 ，OK， 哈哈，这招有够短了，这招还有点可能，而且是很短，55公尺没很远吧 ？OK， 这是基本合格线啊。目前应该没有个白果合格吧？我灵魂吉他应该是打得到了。灵魂吉他一技能 ，OK， 这塔死。这招有1公尺吗？应该是有了，1公尺还是有了。这招还比一技能还近哎、欸。跳舞也是，哦，没办法。好，春天，狙击步枪，看这名字应该很射程很远。就这点距离，这招劲打没办法，大绝招 ，OK， 明显不行，看起来很远呢，这招感觉有希望，瞄准这里 ，Nope， 哦，好吧，这个冲刺技也是很近，埋地雷不用说了吧，然后自爆就是艺术 ，OK， 下一颗，烟雾可能可以。他二技能是个远程技吧？蓄力，破，哦 ，no， 哈哈，没有一半。好吧，这些都无法。白果没跟人打吧？尖刺也是不行的。尖刺召唤极限到这个房子这里。大绝招，蓄满。OK， 是到房子这里。好吧，所有白果淘汰。来一颗骚骚。先用二技能火拳，哦，震了一下，看多一次，火拳，就震了一下，没打中。一技能萤火虫，哦，打中了 ，OK， 稍稍合格了，去更高一点的地方，81公尺呢？哦，可以，100公尺不行啊，飞到一半。好，我来看一下焰帝。这招可以吗 ？Let's go！ 哦，直接烧烂，好，超过121，应该就极限距离了。哦，还不错，这个距离够远。好，151 ，Let's go！ 烟蒂，行不行？半路烧毁，差不多100多公尺吧。好，鸟鸟。55公尺 ，OK， 风暴不行，古破碎机，咆哮塔龙 ，OK， 不行，这觉醒寒冰技能很短啊，冰川鸟是很短，寒冰鸟应该也不会太远 ，OK， 寒冰鸟也是很近啊，绝对连不用试了吧 ，OK， 一技能我们换成了未觉醒的冰矛。OK， 不行。然后寒冰鸟换成冰冻龙。哦，差一点呢。哈哈，在我面前，差一点点啊。沙沙的沙漠之刃，打中。OK， 这也是差一点。沙尘暴，沙棺材，这几招都很近。深沙呢？OK， 这招也是蛮近的。好，莎莎失败，次元冲刺啊，没打中。好吧，二技能，这招是很短啊。OK， 这些都不用试了。大绝招，黑暗世界，这招该跟烟蒂一样吧？可以吗？哦，不行，一半就爆炸了。好，钻石的话，
啊，这招跟冰冻一样啊。哦，也是不行。我们冲刺太阳火焰，砰，失败。闪闪的话蛮好奇的，去吗？这个剑，哦，可以。OK， 闪闪果然没让我失望。去更高一点，81公尺呢。Let's go， 极限了，看来过不了100公尺。OK， 55公尺都过不了。大招也是很近吧？大招就到这里，到房子这里，好吧。闪闪不能过100公尺，还蛮可惜的。OK， 橡胶的话蛮好奇，普攻力是过不了了。大炮也是，好，机械跟那个切切一样。我比较好奇他的弹弓到底可以多远。虚满，这里。Nope。哎，不行，37公尺。哦，好像差不多40公尺吧，弹弓。OK， 也是不合格。屏障，屏障墙很近啊，还挡住我的视野。OK。然后，屏障监狱。哎呦，差一点啊！惊喜攻击是瞬移，屏障塔不可能压这么远。OK， 失败。鬼魂好像不太行。冲刺技。OK， 这个范围技。好吧，每个技能可以，分身不用看了。岩浆果实我觉得有机会。好晃哦，岩浆果实。巨魔猎拳。哦，他直接下注，下去也太厉害了。都到房子这里而已。火山风暴。这次还比较远。差不多到这里。野兽骑乘。OK， 到这里而已。极限了。这应该没办法吧。OK， 这招是不行。空气粉碎机。至少有机会。哦，还是差一点。大招呢？我蛮好奇的。这招范围应该超大。可能可以淹到。海啸来了。OK， 哈哈哈。这淹死。好 ,100 公尺可以淹到吗？地震来了。海啸来了。OK， 距离太远了。只淹到这里。接下来大佛，我是觉醒大佛，现在很近，消音灯应该可以，蓄满，哦，好的，看一下85公尺，直接射烂 ，OK 105，哦，可以耶 ，OK 挑战艳帝了，消音灯。哦，差一点点呢，看来是110公尺就能打中了。助手黄昏这招不用看了吧？这招很近。好，爱水果，这个应该不会太差。爱心剑，打不中。丘比特的领域，哦，可以。这招似乎蛮远的，100。擦肩而过，非常极限欸，到边边了。OK， 我记得这颗之前可以超远了，应该是被改过了吧。现在极限距离就100。好，下一刻有力后补，蜘蛛果实可以跟爪子有一战之力。好，热气很近，丝绸坚硬盖是很近，永恒白，这好近哦。天堂惩罚，我15公尺都不到，应该要未觉醒的比较远啊。好吧，我就换成未觉醒了。过度热的狙击手啊，哦 ，OK， 这招应该可以媲美那个爪子果实。好 ，102，Let's go， 可以，直接试140好了，行吗？我可以。
202 Come on。 哇，什么鬼，202也可以打到欸。哦，就是200啊，极限的。 OK， 就这样子吧，我们换下一课。目前的未眠者，谢谢果实，未觉醒。好，下一课音乐。喂，被穿的断了。这个也不行，跳去也不行啊。大绝招。哦，下一颗不死鸟，火化炮。哇，这招也是很近。哦，这招不行，冲是技能。变成鸟呢？火化炮。传送门，这招算吗？这招距离无限远，去多远都可以传回来。响雷感觉不太行。哎呦，哎，在面前消失了。天空审判哦，这招有希望。哦，哦，这招也不是很远。雷柱毁灭，这招可能跟炎帝一样吧。Let's go， 一直到这里而已。好哦，下一刻就痛苦了。好吧，这个我们留最后吧。压轴，先用个暴风雪。暴风雪一技能应该算蛮远的。雪花手里剑。OK， 然后其他技能都很近吧。龙卷风。领域展开，好，到不了，范围是很大了。我的领域，学领域，感觉重力有一战之力。重力推，这个流星应该可以吧？哎，哦，没有了，还有一段距离。流星雨 ，OK， 跟流星课一样。接下来猛犸象，这应该都不行。可是冲刺技能，这个跳蛮好奇。这里，哦，可以，哈哈，勉强合格，直接震碎。越高的话，应该跳越远吧？哦 ，OK， 不行，底线。变身过了一技能，哦，但还是不够远。暴龙。技能都蛮近的，我跳的话可以跟猛犸象一战吧。哦，好吧，不行，他跳没有猛犸象来的远。看一下暴龙形态，一技能。哎，这个范围跟猛犸象一样吧？其他都不太，其他都不行。跳跃呢？哎呦，还是差了一点。OK， 失败。觉醒诺诺，砰！哦，这后坐力太大了吧？再飞去后面。好，接下来81公尺，蓄满。哦呦，好吧，目测应该差不多70吧，可能就是极限了。二技能蛮短的。OK， 三技能是个冲刺技。然后这招。最远到房子这里，还行。诺诺果实，一技能对外消耗还蛮不错，距离还算远。好的，接下来是暗影果实，冲刺技能，那冲刺还蛮远的。果实很冷门哎，我都忘记这果实的技能了。飞行速度很慢哎，蓄满，打不中。然后夜猫莱克也是冲刺技，腐蚀折磨，大范围技能。OK， 这个范围还蛮雪来的大，但还是很大了。毒液我记得射程很近，之前 PVP 的时候用过。那打消耗战其实还挺难，远程消耗的话，它是只要被打到一下，伤害很高，因为有持续伤害。变成毒龙也没增加射程吧？有毒物的范围跟暗影差不多一样，这范围也是很大，好吧？蛇之怒也是很近。就这样子吧，毒液
接下来是控制啊，控制取决于它 room 多大吧。丢出去，好，丢不出 room 的范围，啊 room 就到这个位置极限了。我可以，这查死，可能要靠一些离心力。我得不到啊，What the heck？ 好吧，应该差不多极限了，算是合格了啦。有时候可以 room to room 的范围外，其他技能就很近。哎，这应该是没打中了，什么鬼？因为这传送还蛮远的，只要在 room 的范围内啊，都可以传，不管是多远。OK， 我可以试看用控制来 PVP， 应该蛮有趣的。二技能应该可以打到。我觉得安利下的话是捷豹，我们按着。拉兹诺，好、哦、打不到，时代结束。Oh my god！ 对，没想到这招竟然还蛮近的，看起来是很远的、啊，55公尺也打不中。龙果蛮有希望的，热波光束，棒！哎，竟然不够远，不是吧？火焰领域，好，变个龙，看一下龙爪，70公尺，它只是范围大而已，但是射程还蛮近的，你知道吗？打不中，好吧，龙果的射程就30到40之间，以 PP 来说的话，绰绰有余了啦，这应该不会太远。哦，很近。我只差远一点点啊。目测的话，应该也是30公尺。接下来最贵的果实，九尾狐大绝招尾收雨。好、哦，期望太高了，差不到这里。一技能也是很短的，二技能更短。好、啊，我变身看一下，射程有变远吗？尾收弹。哦 ，What？ 还真的有变远了，这样打中了。好，81尾收月。哦，看来我是极限了，差不多60吧。刀的话，我记得最远应该是大麻刀，好有剑吧。其他都蛮近的。那背身拖，开始打不中。哦，黑刀应该也是不行啊，蓄满。打不中，狐狸灯 ，OK， 日轮刀蓄满，诺查也不太行，穿猫，哦，看起来是差一点，剑的话看来只有大麻刀可能可以，热刺，哦，不是这招，闪电波，哦。果然只有大麻刀的闪电波，有机会一战。104 ，OK， 打中了，极限了。老八还是输线线了，这应该射程最远的剑了。OK， 想要痛苦果实啊，把它吃下，感受我的痛苦吧。酷刑可能打不到了，酷刑应该是比较近的。哎、欸，哦，差一点。好，目测应该是90多酷刑。一技能一定可以打到的，什么鬼距离？一技能跟二技能是一样的，它的距离，三技能的距离应该也是一样。OK， 又变大佛了，再过去。哇，离谱！好，175 ，Let's go。哦，175轻轻松松，好201，这边201都打中了，213 ，Go， 是吧？不是吧？不是吧？我差一点 ，OK， 看来应该3公尺就能打到我了，210吧，最远距离，所以冠军就是爪子果实，非常的远，非常离谱。OK， 今天我们就测试到这边，谢谢大家收看啦。
如果喜欢的评论就丢哦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